陛下，陛下。 陛下，滚出去！你这是在找死，还会害得我二姐没有办法体面的离开。离开？她是孤的妻子，是孤的王后，她只能跟孤待在一起。若我非要带她走呢？ 碰他试试？你为什么嫁给你？你不知道吗？他说他喜欢我。聂白羽，别插手！我二姐或许喜欢过你，可你呢？你利用他，让他亲手杀害了小李。你折磨他，让他不得不以死解脱。如今你还想困住他，不让他离开，他爱情就这么狠的？ 恨他，这他是这世界上唯一对我好的人，唯一喜欢我的人。你，叶清雪，你懂吗？你。